所以说，我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了。问题还没得到切实解决，你我之间任何托辞都没有意义。我无意冒犯，但你也该明白自己的立场了。你乃水之魔神福卡洛斯。看看这个吧，白松镇尸骨遇难者的名单。这些人全都……这次我们没来得及阻止，我不会允许再有下一次。再重复一次，你必须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事情。昨天我在白松镇附近的古代遗迹里找到了三块石板，关于此事你是否知情？什么呀，突然用审问一样的口吻问我问题，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不过你刚才说是在古老遗迹里找到的。没错，这便是我向你询问的起因。石板本有四块，第一块不知所踪，另外三块分别刻有不同的图画，应该的预言。其中第二块石板画的是前代水神厄戈利亚面朝天空中的浮岛，跪伏在地，像是在认罪。这一点你也不知情吗？不知道，我从未见过这些石板。我再问一次，你当真没有任何有关前代水神的信息？我从石板中解读出的信息是，水神厄戈利亚曾为某件事致歉或认罪。有关这些，你最应该知情才对。每个神明都可能有自己的秘密，前代是前代，我是我，不知情也没什么奇怪的吧。我理解你的焦急，但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什么能透露的消息。弗尼娜女士，事已至此，我必须说，我早已知道你动用各方力量暗中进行某类调查的事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你一直偷偷地调查有关预言的事。你身为水神，调查预言并不算奇怪，可你宣称不知道厄戈利亚的秘密，调查后也不作为，就显得十分奇怪了。你从不是你表现得那么肤浅，更非真正的愚蠢之辈，然而你的行为也极度不自洽。原来你一直这么关注我吗，纳维莱特？我可看不出你是这种人。你既然知道我在暗中调查，对我也该有新的判断了吧？质问我、怀疑我都没有意义。你身为最高审判官，还算是我的下属，应该服从我才对。你只需要相信我这个神明就好了，不论你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能说服自己，照办吧，反正肯定会没事的。我要说的就这么多，这件事上我们没必要再讨论。啊、哦，快到歌剧院演出的时间了呢，再会了。弗尼娜他居然没发现我们站在门口，他是怎么了？表面上在笑，其实已经没心情管我们偷听了吗？你们在门外好一会儿了吧？你发现了，弗宁娜就没时间管我们呢。她非常慌乱，原因我也不清楚，讨论一再搁浅，我们不能再放任事态发展下去了。可我不明白，对话是沟通的基础，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对话？知情人都看出弗尼娜女士藏着秘密了，问题在于态度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也许得创造一个什么样的？通常人在面临审判时才会将真相和盘托出。但弗尼娜看了那么多次审判，又很擅长回避问题，
一有风吹草，需要我们考虑周全，并结合多方力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愿意以任何形式加入这样的事，但一切都是为了不让预言中的事发生，这对他来说有些残酷，但整个枫丹都处在危机中，神明所拥有的情报太重要了，这么做很有价值，谁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？